个人来到这边，好像不是喝，喝椰子水，是吗？我们在这边喝椰子，这里吃螃蟹的地方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特色炒拉拉，它有票，你自己拿，你自己拿，它有。乌鲁音卤面，吃味道而已啊。放出来，没有放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这是什么螃蟹？招牌螃蟹。东炎椰子虾。怎么样？你说这椰子虾好料啊？哇！真香，哎呀，啊，真香，哎呀，黑啤鸡。咸蛋爆金瓜。Bye.